这有个桥洞儿，我们钻在桥洞里凉快凉快。这两天其实是大家来杭州比较舒服的时候，再过一段时间就热的就没地儿藏了。这个时间倒还刚刚好，一整花花到处都是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出来走走，回归到大自然中。旅行不一定非要到哪里，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来一场旅行。心中有风景，处处皆是景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随遇而安，感受当下的美。每晚7点，直播间和你畅聊人生的话题。我是李姐姐，关注我，足不出户，行天下。